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吴琛纯委员、蓝萱小姐、王宏威委员、刘徐廷委员、唐湘龙先生。好，那么花莲是大震了，那么到现在统计是九死1011伤了啊，希望死的不要再增加了啊。那昨天刚开始传出来是三死啊，那现在九死啊，那规模 7.2 啊，然后花灯变成一个孤岛一样，都进不去嘛哈，那进去很麻烦了哈。那这个死的啊，不幸死的有这个被卡有卡车司机啊，有在矿区，有在隧道。哦，有的这个在步道哦，然后有这个工程人员哦，所以有不同的状况。还有那个天王星大楼啊，一个老师回去救他的猫啊，哎，不幸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说是主要原因呢，说是菲律宾板块向西沉没，然后跟我们的中央山脉的板块碰在一起，哦，所以造成挤压啊。那像是32颗原子弹的威力啊。所以如果未来有强震呢，规模可能到8哦，到8哦，这是前中央气象局地震预测中心的主任呢，郭凯文说的哈，他说呢，这个未来啊，可能还有更大啊。那日本气象厅是把我们上修为7.7级，不是7.2级，说其实是7.7级，而且规模叫做逆断层型地震，逆断层啊，那。在中央山脉，一下就看到都是烟尘，20几公里都烟尘。它的山壁呢，好像被剥皮了一样，整个皮剥下来这样。你看这什么样的状况哈？所以拍照人都以为地球末日到了哈。那太鲁阁啊，这是国家级这世界级的景点。我认为台湾有几个世界级的景点，第一个就是太鲁阁，拿到全世界，我们全世界看过那么多地方都不逊色啊。第二个就是垦丁。那边真的漂亮，那个海湾也是世界级的哈。另外，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金山万里一带也是很漂亮的。这种世界级的景点呢，受创严重，5个人被落石砸死啊，因为那边落石本来就很不稳定，砸死了5个人啊。那有一个车子啊，他倒车，刚好倒车就看到前面车就被巨石击中了，击中就完了。我当兵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上尉啊，就告诉我他的父母从花莲。90花公路开个小车，一个石头下来，父母都死在车子里面，所以里面落石很可怕的。那另外呢，精英饭店是那边很好的饭店啊，他们的员工刚好搭4辆小巴上山，就遇到了这个大地震，所以他们失联了，跑哪里去了不知道。结果他们跑到中横的这个175K 这个明隧道，就不是暗的隧道，是明的隧道，挥红旗啊，用拿个红布了。在挥呢，希望大家援助他，空拍被拍到，否则还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啊。那另外呢，这个还有矿工说落石像子弹一样，哦，吓死了啊。那这是100年来最大的7.2的强震啊。说呢，过去没有，但是呢，未来很难讲啊，不一定是没有的哈。那这个不过当然，这次震了以后还会不会有这么大的地震？能量至少释放了一部分嘛啊。美国听说有10几个参众议员在台湾呢，哦，这边说哦，10位联邦参众议员他们在台湾，那这是其中一个议员PO出来的，他住的地方东西碎成一片啊，那不过他们也说了哦，说台湾很有韧性，这么大的地震呢，损失没有那么大，事实上也是啊，其实损失比我想象的小，哦，否则昨天我在听那个房子那拉扯撕裂，好像把那房子拉开拉断一样哈。我就想说，那个这个时候，第一个你是祷告上帝了，第二个拜托当时建商盖着房子盖得有道德有良心，按照这个实际的工法，好好按部就班的施工啊，哦。不过另外一点，我刚查一下，我说昨天多长，1分钟，921多长，102秒。嗯，如果昨天再拉长40秒，我告诉你就不是这种结果了，1分钟停了。如果你再想想看，再搞40秒，那个结构这样扯来扯去，已经扯到那个可能临界点的时候。对南机场的大楼可能就不是这个状况，就可能就整个。但他们说台北事实上，因为我们盆地的关系，所以我们晃的时间事实上也接近100分钟。那台北是100秒，对，那当时120秒，台北可能就超过嘛。就921的时候。对，所以什么台北的感受度那么强？对，好，我们看一下状况。
从空拍镜头俯视，本该有绿色植被的山坡，如今已经被大片沙石覆盖，周边的树上头盖了满满一层灰，下方道路也满是泥沙。把画面再拉近一点，看到严重龟裂的土石，松动程度很严重，碎石一块一块，几乎是再来个强震就会更严重的再次崩塌。惊险的是，山坡下方不只是主要干道，一旁还是台铁崇德站，这是历经三号规模 7.2 强震后山壁严重崩塌的其中一段，因为行车安全仍有疑虑，目前暂时管制。可以进入的只有因为修复需求再送钢梁的卡车。四号一早本该迎接第一天连假人潮，现在却换作连夜赶工抢修。道路旁做生意的店家回想事发当下，还是心有余悸。就他放下来当中，然后都砰一下那样，因为那个位置很容易落石，没有有电没有水啊。可是我们昨天晚上全部撤离啊，哈，都是住民宿了。啊，本来是这样排的。啊，现在倒下来。破了30几瓶，这些腌制的菜脯、辣椒、咸猪肉都是老板娘赖以为生的，摔破的罐子只能先绽放在一旁，好在只是财损，人没有怎么样。昨天啊，都洗过了，可是啊，灰尘还蛮多的，没有办法说一天就整理。地板盆也都打破了。这几天廉价的生意没意外是泡汤了，但身为附近的民众，更希望的是生活能不能别再过得如此心惊胆战。江龙。当然这个地震，我觉得大部分人在昨天感受这个地震的当下，大概都有世界末日的感觉。那921的记忆大家可能都有点忘了，可是大部分人的感觉都一样，都觉得在台北了，都觉得昨天的那个感觉比921更恐怖。虽然921当时也很恐怖，可能因为它可能发生在半夜。半夜对。半夜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睡觉，所以你有一段的时间其实是在雾昧当中。睡了一半，一半震了一半在睡觉，所以他觉得时间没那么长。对，但是昨天是大部分人都是在一个清醒的状态，在上班的过程。那反正台湾是全世界很可能除了台湾、琉球、日本之外。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就是你会经历地球上最大的天上的台风跟地下的地震，就这两个地方。所以我说台湾是天灾的体验营。那只是说当你遇到的时候呢，尤其花莲更不要讲，其实台湾最少台湾人你应该去花莲，去花东认识一下花莲的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他就告诉你所有的故事。那个花东纵谷就是地震挤压出来的。那个地方所有的道路、所有的公共建设都是随时准备要变形的。每个国中小学里面都一定有可以观察地震的地方，这是你生活在花东一定会体验到的。那碰到了，其实就认了，就我同意了，就是说昨天幸好它的震央是在海上，否则以它相对的浅层，15公里算很浅层的。15公里如果不是在海上，如果像921一样是在陆地上面，那昨天呢会非常非常的惨。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只是如何去建立呢足够好的预警系统、防灾意识，以及对老旧的建筑物，因为台湾的发展的轨迹，像台北市有40%几，将近50%的建筑物是完全不符合现代的防震系数的标准，大概都已经40年以上了。这些房子现在在房地产市场仍然是存在的，可是呢，其实它的风险是很高的。但是呢，都更的速度会很慢的，这是你灾后检讨真正要做的。就是分成这样想，25年以前的建筑跟25年以后，25年以前盖的那是比较老的法规，比较松，25年以后比较严一点啊。好，那么真的是哈，昨天这个真的地震的时候，你真不知道怎么办，尤其大家一般都在楼里面，你往那里跑啊，电梯也不见得能用，对不对？用的话还蛮惨的，像飞碟不是看到萧同文写，一个工程师在电梯里面6个人，砰，从25、6楼直接跌到13楼啊，就卡在那个13楼，一个人还把腿弄断了。安全，对啊，昨天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做广播了，所以他是现场。那所以现场的话，你真的想说我难不成要逃吗？逃了以后大家就听不到广播了，所以就很坚守阵地在那个地方。不也幸好中广的那个灯，那时候你会考验到建筑物了。我一直看那个灯具，就像现在有没有掉下来？对，好担心它会从我头上掉下来。TVS 不错，我昨天一来就问我说灯有没有掉？对，没错，没有掉。建筑也许够坚固，没错，灯么挂在上面，没有，中广也没有掉。也许我们那时候直播的灯具越来越多，那是还算坚固哦。但是我就说刚刚赵先生讲了一个重点，我那时候在看。
的时候感受到，而且昨天的余震非常多，又多又强哦，所以一整天下来200多起余震，而且超过六，规模六跟五以上的非常多，几十起哦，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又打来了，整个人头昏脑胀的哦。但是重点在于说，那个时候本来他们说一开始说是四级啦，我说不可能四级，我晃成这个样子了，我说一定不止。后来到节目快结束之前说是7.2，但7.2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很紧张了，我想说哇，那这样的话糟糕，921 7.3。2300多个人死亡，8000多个人受伤，接近是近万人死伤。我想说，那糟糕，我就不晓得那种感觉，有点突然间头皮发麻，觉得出了广播之后会不会看到一连串的灾情传出来？哎，后来发现就是9个人死亡，然后当然，我觉得9个人也是命哦。但是相较起来的话呢，我觉得很幸运，幸运在第一个，刚才向伦特别提到，他其实差之毫米，失之千里，失之毫米，差之千里哦。就说其实15公里跟那时候的8公里就差很多，然后陆地上那时候是在南投。那跟在海上就差很多，但是我觉得在过去这段时间，我就也必须要去看它，就是说，有些老房子去兼顾它，把它强化它的防震系数，显然是有效的。我觉得显然是有效的。就到目前为止，大楼倒塌的没有想象中来的多。好，所以除了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是很庆幸之外，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很值得讨论跟检验的。第一个就是苏花公路。就苏花公路为什么永远都是楼长寸断？就从先前的话呢，逢雨逢风灾就一定是坍塌，然后呢，我们也有了苏花改。那所以我今天还刚特别看了一下，就是到底这一次坍方的路段跟苏花改有没有重叠的地方？那如果有的话，代表说你这苏花改显然就还是没有办法敌天灾嘛？那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有些部分好像还好。那比方说这一次比较严重，像是人叫做何人到这个崇德那个地方是还没有去新建苏花改，打算苏花安。是2030年才会新建完工，所以到底苏花改是不是有发挥作用？我认为，其实政府也好，这个民意代表也好，应该去检验才对。就我们到底在过去这段时间花了那么多的功夫去做了一些呢建筑物的一些防灾防震的系数提高，以及相关铁路、公路、交通的这个部分的强化，是不是有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台北市。台北市的话呢，其实像这一次我刚刚讲到，其实很多的专家都讲到说呢，其实未来发生八级强震的几率不是没有，因为在大概100年前1920年代的时候发生过海沟型的强震，就是强度八以上。你看他说是百年一周期。百年一周期的概念就是2020，对，所以才会有专家说台湾未来不排除发生8级以上的强震。你想想，7级就已经这个样子，8级怎么办？那当中特别提到说，为什么台北市晃得特别厉害？台北市过去是湖泊，是台北湖。那湖泊的话，底下的话，我们这个像先年不是有大楼倒塌嘛，底下都是那种泥沙嘛，就反映出来我们这个盆地的建筑，它是一个沉积式的土泥，所以呢，这样子一个晃动的状况底下晃特别的厉害，别人晃个1分钟，我们可能晃个100秒。所以的这样的状况会让整个台北盆地，就是盆地周边特别容易垮，所以南机场就在盆地周边，所以这一部分都显现出来，台北市如果未来面对8级强震的时候，而且你要看哦，花东它是最容易碰到地震的地方，它的人口数多少？花莲不过33万，台北市多少？几乎接近它的9倍、10倍之多，200多万。所以如果说呢，未来这个强震发生的时候，台北盆地是震惊的集中地，你是不是可以承载得起那么强的一个震度？我觉得是目前的非常重要，需要去减压减灾的地方。我们会一步一步来抽丝剥茧来讨论哈。我们先看看中横的状况。强震造成台八线多处坍方，最新的空拍影像曝光，只看到民隧道里面的受困民众，他们虽然有点狼狈，不过看到空拍机还是非常兴奋。其中一个人不断挥舞手中的旗帜，似乎也在大力的告诉救难人员他们在这。消防署提供的空拍画面，位置在台八线175公里处的民隧道。这边拍到的人是一批精英饭店的员工，人数不清楚，不过相隔2公里的位置，也就是9区栋，另外一批员工总共有26个人，部分都还在抢修，就是断在这边嘛。好，因为路断了，只有空拍机可以掌握现场位置，搜救人员不断和公路总局人员确认现场状况。4台，如果这2台还正直的话，就是4台都找到了。这台已经被他们有部分员工，他们是留在原地，还是说有些他们就是他们也出不来，也回不去啊，都是在刚刚民隧道里面。
可以看到其中一辆小巴车头遭受石头撞击，幸好在场的人及时逃生。空拍机抵达时，他们高举双手表达自己还在，希望有人快点来救援。原来员工三号上午搭乘四辆小巴由花莲开往酒店，碰到强震一度失联，直到三名受困员工徒步走回酒店，才晓得四辆小巴都在九曲洞避难。对，我们要点名一下，等一下。前一晚花莲县的搜救人员摸黑进入台八县，在燕子口贩卖部发现十一位受困民众，幸好他们的身体都没大碍。由于余震和落石不断，道路抢通还要一段时间，搜救人员和公路单位也全力想办法赶快帮受困的人解围。好吧，出不去也进不来哈。好，我们需要再回来。好，苏花公路的下清水桥段啊，说年底才能复建完成啊。他们礼拜六昨天抢通当中就一小段了，或是比较简单的设施，只开放小客车，大车要等到五月底啊。那另外呢，萧美琴啊，因为她在花莲选过，她也到花莲去视察啊。那另外呢，这个台铁啊，16小时抢通算是效率蛮高的哈，主要因为他现在设立了一个叫做落石警告系统。说昨天也刚好阻挡了一个泰鲁格号402车次挡住了，否则的话进去了车一砸，到时候又是一个灾变哈。那另外呢，这个女老师哈，花莲这个女老师很可惜哈，她为了她已经出来了，姓康，康老师就要去救她的猫，结果罹难了啊。当然也有人讲说，你不救猫，猫可能也不会死，猫救命怪猫。对，但是哎，但是她是。余震，他是震停了才进去，所以他大概以为没有震啊，没想到哈。那这个天星大楼现在造成一个死，就康老师哈，所以他主要倒成这样子，从前面像软脚虾一样啊倒下来，所以要追人为的疏失。现在反正只要地震一来，我觉得建筑师也好，营造商也好，都要擦雷弹，说我当时盖的房子，我设计的房子有没有问题？就是啊，有没有问题？到时候追他几十年前都追你啊。到时候你赔也赔不完，追也追不完哈。另外呢，土木技师说，典型的软脚建筑，这个天王星就从前面倒下来啊。那花莲那边蛮多这样的建筑的，但是为什么只有这个倒呢？哈，那蔡英文是说，救灾跟交通同样重要啊，就是救灾要救，交通要维护啊，而且搞了一个花东临时疏运的措施，一个图给大家看一看哈。我们看一下苏花情况，苏花公路。载着钢筋水泥，一辆辆大货车慢慢驶入，要准备进行抢修作业。历经强震，花莲对外的交通几乎全断。不知遇到吓死了，对啊，因为本来连台风天也都没什么在落实的，这一次地震就整个都落下来。0403花莲7.2强震，花莲对外的主要道路灾情严重，地上满是落石泥沙，其中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前整条路段无法通行，而景文隧道也有20辆车、41人一度受困。昨天8点多实施封锁以后，我们循序渐进抢通解救50几台车辆车困，然后解救2体那个亡者，然后一个重伤的。幸好当天晚上受困民众全数救出，但同一时间在台11甲39公里处出现超大坑洞，路基掏空，钢筋外露，地下水还不断流出。工程人员获报后赶紧抢修，毕竟现在要往返宜花东的道路，许多都还是得实施管制。怎么人可以进去苏花港？东澳跟南澳的居民，居民就可以进去就对了。对，还有工程车，做工程车，抢修了。但苏花改隧人只能走到东澳，要往南澳或花莲得改走台九丁线。不过刚好遇到清明连假，赶着要回花莲的民众还可以这么做。那你人要怎么回花莲呢？坐火车，再等船只到的时候，我们再把船只开走。航港局赶紧启动海运输运机制，可以运载250辆的小客车。将旅客由港口这个接驳到火车站，那。也协调了台铁公司加开列车，重要的交通枢纽中断，各单位也马上提供其他措施办法，希望所有民众都能够顺利返乡。两位。因为从今天开始是清明连假，那确实发生这个事情，对于花莲人要返乡，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那刚才讲到，就是说台铁呢，非常16小时很快速的修复这个铁路，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你恢复这个铁路的疏运呢，就可以它
它可以载运比较多的人次。那当然台铁它这个落实的这个警示系统其实也是我们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也非常凑巧，在4月2号的太鲁阁事件，大家记得，就是因为呢也是在边坡，它是一辆那个工程车这样落下来，但是完全没有警觉，那时候造成的死亡人数是高达49人啊。那所以今天有人跟我讲说，怎么都落在这个清明节之前啊？因为当时太鲁阁事件是四月二号，那也有很多人那个时候也是为了要返乡。那这次的这个大地震事件是落在四月三号。那我觉得现在当然是全力的救灾，因为还有很多的灾区，还有很多的人没有救出来。比如说刚才可以看到中横在明洞里面，那我觉得至少好处是我们知道，这群员工还有旅客，他们目前是平安安好的在隧道里面。那可能有一些还有失踪的人，那继续要去寻获。那当然在这一次，很多人去跟921去比较。921刚才这个蓝轩也讲了。当时呢，死亡的人数是超过2400人。当时倒掉的，就是包含半岛跟全岛的建筑物是超过10万栋。那所以以这一次规模 7.2 跟921.3来比较起来，这一次的灾情事实上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万幸中的万幸啊。那当然25年来，我想不管是历经哪一个政党来执政，那有关于地震的防灾观念，不管是在公共建筑也好，不管在房屋建筑或者逃生等等，那大家的意识其实都比25年前提高很多。那在一些建筑的法规上也真的是差很多。那所以最近大家会可能在网络上、手机上有好多好多的影片，譬如说我们有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在一些的大桥上面，那因为发生那个地震的时候，整个桥呢就像那个摇篮一样，这样一直不停的晃动，不停的晃动。然后在上面的不管是汽车族或者机车族也非常的震惊。就是这个影片呢传到国外的时候，国外就对台湾的整个的公共建筑的品质，还有对我们人民这个对于这个地震来的时候这个震惊的程度，大家都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哇，在这么大的地震之下，我们的主要的公共建筑事实上这一次是没有事的。可是我觉得不要以为在这个当下没有事，那么接下来因为还有一些余震。那比如说今天至少在北部出现大雨的状况，大家就会担心会不会发生一些土石流。那我也有注意到，因为很多人喜欢太鲁阁国家公园，太鲁阁国家公园现在是全面的这个封闭所有的步道到四月七号，这是正确的，因为现在还有落实，而且他们可能还要再去检测。那不要因为可能因为连假的关系，那有些人觉得风和日丽，或者又去走一走，然后又出现这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那个灾情。那另外其实除了在三区的落实之外，在都市里面，像台北市，我们大概就提醒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大楼都有瓷砖掉下来的状况，其实你大概看到各社区，你可能动不动就看到是那个黄线把它围起来，因为那个瓷砖会落下来，那这个有提醒你。但是即使没有的部分，现在也提醒大家多多去走骑楼。在这段时间呢，因为你难保真的，尤其如果一下下雨，一下这个出大太阳，冷缩热胀，那很可能有些瓷砖会掉下来。所以也就是说，在灾后，我们还是去尽量的避免不必要的这些灾害的发生。那外国媒体用很醒目的报道，因为事实上，如果别的国家发生什么七级以上地震，我们也会报道，因为都是非常大的啊。经济50国的政要对台湾表示关切，说啊，就要有这个表示，这个你们需要援助了，我们会帮助啊，等等等等啊。那不过呢 ，CNN 说，你看台湾地震也多，地缘政治又紧张，所以地缘政治就会打仗了啊，就台湾跟大陆了。所以像台积电晶片制造集中在台湾，风险很高。全世界90%的最进步的晶片、高端晶片都在台湾，哦，不要说打仗了。地震也让你很麻烦呐，哦，等等，哦，我刚突然想起来，那个红卫在讲，我想说是不是哦，把我们震惊的相片哦，在大陆播放，认知作战，说呢，不要吓我们了，我们都不怕了，我们不要怕，你们这么演习，我们都不怕了啊，哦，我们多厉害啊，哦，我们多勇敢哈，哦，我们看一下。
清明连假第一天，总统蔡英文到台北车站视察公路双铁疏运，因为0403大地震一度让全台交通大打结。那高铁在昨天下午一点之后就恢复营运了啊。那台铁也在今天已经恢复双线的通车。总统脸书也同步分享花东临时疏运图卡，毕竟苏花公路要修复没那么快，另外要抢修的还有这。地震有多晃，就连总统府上方的避雷针都一度被震到歪掉，而现在府方也请厂商来进行检查，会尽速抢修。地震后，不少与台湾理念相近的国家及友邦元首，共47国政要陆续表达慰问，就连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印度总理莫迪都在社群发文关心。We stand ready to support the people of Taiwan at this difficult time. USAID staff in the region and here in Washington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warnings. 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密切关注地震及海啸警报。好，不过基本上呢，大陆也国台办也发表说希望能援助了。我们说不需要。哦，看起来呢，我们自己救灾大概这个人力是足够，因为大概除了花东，其他地方都还好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